编辑能不能挑战买5000块的刮刮乐？我想看一下中奖的概率大概是多少。玩命你可以找我，花钱你找兵哥，我又没有钱。准备主打就一个抽粉，刮刮乐买回来吗？咋这个表情呢、啊？你快看，这真壮观啊！你看我刮啥呀？这都是钱呢。你的运气有1%的机会可以回本，别哭。对啊、串高了都。你在干嘛？你得相信科学啊！相信呢？你管这叫相信啊？我现在觉得我强的可怕，马上我就是富婆了。听我一句劝，你没有那个命。就会一点啊！明天我们让你高攀不，马上你就高攀不起。大家记住他现在的模样，张天琪开启富婆之路，刮了1个多小时。目前为止刮了1000块钱，中了440。还富婆，还高攀不起，亏一半你。那还有的是呢，还接着刮呢。你看你手黑的，谁手黑了？真黑，你看一眼。又刮完了一批，战况如何？这一批1500，一共中的是700亿。什么样就剁掉吧，富婆。这一批不行，我当时我刮这个，这里边指定有100万。是吗？100万？开始刮第二批了。No， 这玩意儿太累了，我手都回不来了。你跟今天啥大火一样。我曾经以为这种事简直不要太快乐，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想刮这玩意儿了。我现在眼睛一闭，全是些数字。先回吧，我点的外卖到了，刚好吃口饭。来，继续。刚这些刮了多少，中了多少啊？这些一共1260的，中了480。能不能回本？我看这边。要么我来刮吧，最起码还能回个本。好，你都中了，谁刮不一样啊？你给我试试呗。你试试，你来。第一张就中了。你这概率问题正常。第二张也刮到了，怎么说？连中两张也正常，我也中过。第三张也中了，怎么说？剧本，你这绝对是剧本。你起来，我来。哎，我再刮两张嘛。不服气，要继续自己来。看这状态，战况不佳呀。这一批2500，中了1220。我还高攀不起吗？急啥呀，我的大奖都在后头呢，我还有机会。750，中了240。你能不能成为富婆？只有最后那5张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张天琪的手不可能这么黑。这5张里面必出一个大奖。5、4、3、2，最后的机会。250，50块。富婆，现在我还高攀得起吗？还是你明天要找我借钱吃饭了？咋不说话了呀？我这人天生不爱说话。你赶紧起来给大家算一下，总共刮了多少，赚了多少？买了5000块钱，一共中了2250。概率不到1%，你就是那个250。我这是反面教材，大家别学我。你要是兴趣的话，玩玩还行，千万别把这个当成发财的途径。最后，希望大家时刻保持理智，千万别被贪念左右了自己。